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乐游行频道。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旅游美景。喜欢我们频道的，欢迎大家点赞，别忘记按下小铃铛哟。张大哥辛苦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哎呦，亲自切呀、啊！你看这怎么卖的？这整个羊吗？啊、这得纪念一下，好家伙！辛苦，切葱最辣了。我得切多少啊？得切一盆呐、啊。这是切肉二人组，但是这有点乱了。可以。这穿串四人组，穿串。漂亮姐姐，好家伙，这辛苦劲儿了，这我得给录一下啊。这俩你哟喂，我出现了，这我得做一个视频啊，一定把咱们这美丽的姐姐得放进去啊，在外头呢。火已经起来了，这火。哇，浓烟滚滚，这大锅起灶。两边都一样吧，两边。啊，这边，这边。第一波开烤，哇，会长亲自。啊，亲自主打开烤第一波羊肉串，快，主人坐那儿，你看看这小花盆，你看，啊，自己带的，这还没吃呢，你光照着，哎呦，那好看呀，再加上我们漂亮的那个啊。北京大妞，人家这准备的这些，这叫讲究，这绝对叫讲究，就是下次带瓜子花生伺候着就行了。上酒，哇，换人了，这一下也够专业的。爱姐姐这个，哇，奶油炸糕，没吃，哇，这得费功夫啊，今天这费功夫，真是费功夫，费功费力气了。这是我们美女厨师，美女大厨师，哎呦，来个赞呢！太远了，谁呀？把这又删了。您开面之前，不应该干。啊，包的够了，边上必须小的名儿。我真的，侧边，哎呀，吓坏了，哪儿给吓了？你都按着您的脑袋，拖着点。行了，来，我来一个。离俩远点。哎。给呀一顿啊！哦，行了。